难准，对方验车不过。最快的男人。OK， 现在就是纽西兰最快的男人，最快最快，和纽西兰最稳的男人。OK。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评论、小铃铛哦。B 站的朋友，感谢您的素质三连。Yo， 大家好，这里是 Super J 啊。今天我们会我们俱乐部跑一个特殊的比赛，就是那个日本的 YouTuber 加速王和印度尼西亚的 Rosco 他们一起主办的这个世界迷你四驱车分享赛。那今天呢，我们人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我们是这样，本地呢跑完以后，赢家把车拍一下发给 Rosco。然后 Rosco 他们会去分享，那每个国家地区或俱乐部他们比较流行的这种坐车的方式是什么样子。最后我们还会做一个 time attack， 就是计时赛，计时赛赢的人呢也会被拍了照以后放到那个Rosco 那边，他们会登出来。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跑道。那跑道呢，其实这个跑道是一个非常高速的跑道，然后它这边最大的难点会出现在这里，就是一个波浪或者是两个 slope。 那我已经看过跑这个的要点，就是说我们不能有前刹，有前刹它会刹的太多，没有前刹然后直接飞到这边落地会比较好一点。其他地方呢，如果速度控制的好呢，其他这边的这里的这个跳起来的下落以及那边的这个跳起都不是问题。只有可能会车速太快，有可能在这个变道器这边会飞，不是飞就是会卡在那个立交桥底。那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现场一开始比赛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就是这个小跳。我们可以看到小跳以后呢会有一个上坡，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很多人喜欢用那种苟赢的战术，就是慢点。那如果苟的话呢，从这个小跳飞上去，它距离不够的话，它的车头正好是撞在这个上坡，然后会被绊倒。那很多人都是撞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跑道其实是看你起跑的线的。如果你第一道出来就遇到这个小跳的话呢，车速不是非常够呢，很容易被绊倒。如果你第三道就是最后一道开到这个小跳呢，有可能动力就电池没有那么足的话呢，也有可能被绊倒。所以呢，其实第二道经过这个地方，就是第二圈经过这个小跳是最有优势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几个车友他们的试跑。看那一台车是 Joshua 的小学之的，他是有跳过这两个，直接落在直线上。那其他人有落在这里的，就不是很友好，特别如果不是避震车的话，很容易飞。啊，有看到哈，这里是很容易撞。OK， 那我就去准备一下车子。那我的车子呢，我稍微弄了一下呢，结果今天有一套轮胎轮轴坏了，加轮子也坏了，所以大街号今天就只能睡觉了。今天就用这个昨天装好的这个土豪四驱的超 Club 4.0 来参赛吧。三顺也就先休息了。OK， 我们现在先跑 N2。早上呢，先是跑 Box Class， 跑完以后，现在跑 N2 跑完才会跑那个开放组 Pro。这个小跳是有点问题，如果你动力不够大的话，它可能就跳不过。但动力太大的话呢，可能就会这边会飞车，所以小跳有点恶心。刚才那一场没有拍到，那我飞掉了，我飞掉了，然后俊把我干掉了，反正只要都是自己人就好了。那现在我们进那个前八可以进 time attack， 就是计时赛。
那看去我们 XD 有进一二三四五，有五个人。All right， 那我就专心的准备我的 time attack 了。去！XD XD Go Oh Jim Oh OK， 那现在是三四名决战啊、哦！我们的 Joshua 对 Smoke Mode 的 Eddie Cookmon。All right。Joshua doing well, okay. Yeah, 小学鸡，小学鸡，太棒了，第三名。Okay, 现在是 final. Okay, 现在是 final， 因为我们今天是 single elimination， 就是没有复活赛，所以均只有一条命。Sorry, man.Lane 3, 2, 1, go! What the fuck? Oh, 反转，对方验车不过。OK， 大反转。啊，对方验车没有过。What's your feeling？ 还是没过，他们好像在 final 没决定了。对啊，你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的车子啊。committee 在试，到底他是不是违规？哦。验车放不进。每个人都很紧张哦。那看上去他是放不进。我不知道，现在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看上去他那个失格了，所以 June 应该是冠军了。OK， 太高兴了。然后我们小学基本来第三，现在第三的，现在他就是第二名。全纽西兰最快的男人。Yeah, mate. Congratulations. 那个摇钱。OK， 这个就是证书啊，就是这一个速度王和 Roscoe 一起做的这个活动。OK。啊，太棒了 ，June，you've done very well， yeah， 太有意义了，我是被最快的男人干掉的，我也心里满足了，我们也死得瞑目了，对，好了，现在是纽西兰最快的男人过来 time attack， 加重，
特别服务，特别服务。拒绝做最快的男人。OK, Gary, time attack. OK, 那我来啊。多少钱？我想知道，他们应该800、900、700。不亏。对。他给多少钱？每周。对。哦。啊，这个阿姨在帮。23.29. 他那个第三圈那个地方可能会过不了哦。来宾，来宾，哎，Time attack 就是每人可以跑一次，然后如果飞了以后还有一次机会，就如果你有了成绩就不能跑第二次了，然后没有成绩的话就飞掉以后呢还可以补一次。 OK Mia这个就是太慢了，所以被这里就是没有小跳上去没有过去以后被绊倒了。好 ，Justin， 我们两个都可以有名次。Justin。啊，他这个有点狗，应该是没有。没有，不会很好的成绩。OK， 有点煎熬啊，因为现在看到那个黑板上的排行上面 ，Time Attack 是我最快，但是还有三个，其实军已经飞了，但是他还有一次机会。OK。来，最快的男人，800块人民币，800块，最快的。All right， 哇，太高兴了。OK， 哇，太高兴了。那最后，虽然没有赢比赛，但是 Time Attack 就是计时赛的获得了冠军，而且是压倒性的，唯一一个跑进22秒的。那我就变成纽西兰最快的男人了。OK， 然后晚点我会做个影片，另外我也会把这个车子拍摄照片发给那个印度尼西亚的 Rosco， 他可能也会做一个影片吧。All right, cool, everyone, thank you。最快的男人。OK， 现在就是纽西兰最快的男人。最快。和纽西兰最稳的男人。OK。Yeah.快男和稳男 Team XD OK 发作给起来 Yeah